各位村民注意了，现在我给大家宣读。挣钱，嗯，幺五年多的，幺五年四十几个好像的。重视教育，就觉得娃儿只有读书才能。今年子啊，新年村的这个高考啊，还是可以的，总共68个学生参加高考，啊，一本就考了个15个，我那二本呐、就上了40个。首先，二十点五平方公里。来，再来一个。今天填了。填了是吧？是。啊，填哪里啊？第一志愿我填的是贵州大学。